这个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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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
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阿峰过来这里找我喝啤酒哈。我们去我以前小时候这边经常去赶海的这个地方，去抓看一下有没有小活动，有点晚上喝啤酒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走。这里面也没东西。哎呀。哇，三哥，什么东西？你来这里好东西的，看。哇，漂亮！这么大群啊。是啊。哦，这不大哈，这才三两这样。哇，小时候经常抓很大。走，我们这下去找一下。你看，躲在这里。哎，小章鱼，被狗抱啊！阿峰有口红了。这个什么？哎，不会是海蛇吧？哦，这是海鳗，这个鳗鱼很贵。这是淡水鳗，不是，这是海水鳗。这种鳗鱼没骨头的，这么小，大一点就好了。这个很，来收了。哇，直接串上来，不然不知道是这么火。九节虾哈，漂亮，大概七八钱吧哈，收了。哇，龙虾，漂亮，哇，还是青龙，这个有半斤吧哈。哇，这晚上有口福了不？哇，三哥，什么？看，哇，小姐，放土里面。哇，麻痹，手来抓，小心抓得好。哇，这个水坑也有麻痹。哇，又是一口吧？你看，很漂亮吧？哇，多漂亮！两只了，抓几只？哎，这么小了。哇，这螃蟹从哪儿过来？过来，硬不硬？哇，这个也没了哈，应该可以，这是的。走，走，我们在下面抓的，赶紧把那个抓。石头蝎子，漂亮！哇，哎呦，这个脚怎么这么小，身子这么大？可能这个脚已经断掉了，然后让它重新长出来。好了，收了。哎呀，啊！你看，哇，又一只！哇，漂亮！这只是公的，啊，不过挺硬的，这个有个半斤吧。哈哈，你是躲在里面，你又看不见，你是。这倒是公的。哎呀，螃蟹了，我杀了！哇哈，哇，这只螃蟹挺大的。这个有没有三四两？你看，还是红膏的。
这只螃蟹是非常硬，有膏的，这斤可能要100块有膏。哇，今天有口福了，小柴胡的，这么小，还可以，是吧？反正这个下酒。哎，哇，给它握到沙里面去，哇，洗的，还行，挺肥的，算了。哎，发现了一对双胞胎，哇，哈哈哈哈，来，收。哇，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鳗鱼哦，帮我这个咬掉。是鳗鱼吗？不要让它跑了，这个水分很大。在这里，哦，看到了，在抓头，先跑！哎，小心！哎，来来来！哎呦！哎，小心！哎呦！完了完了！太牛逼了！哇哇，一定要抓头！你看。哇，这赚钱圈呢！这是新闻两地的，漂亮。老大有口福了，有口福了。来，老实点。喂，黄鱼怎么跑？太小了，桶带太小了哈。哇，你看，哦，把峡谷咬进去了。乖乖的哈，乖乖的哈。再找一个，还可以差不多找成了。好。哎，哦，小金龙，小金龙又一只拉布，哎，我砸了。哦，又一只小金龙。哇，六个三四两啊！你看，哦，漂亮。走。再找找。这个，哎，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呀？这不是一搞爆吗？你看呼吸，你看这是嘴巴。哦，你看嘴巴这是。来，阿文把它端了。盘着它。哇，吸那么紧啊！是，这个东西力气很大。哇，你看这是啥？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看喷墨汁了。你看，喷墨汁洗一下。漂亮，够做了啊！哦，海水已经涨潮了，你看。哦，下不了回去吧。啊、哦，今天也够我们几个哈啤酒了。走，看一下收获啊！哇，满满的。哇，到。鳗鱼一只，两只。鳗鱼还咬着皮皮虾，你看，咬着不放。然后主要收获这青鲟啊，还有一只，也是公的，两只龙虾，一只，两只，哦，石头蟹，梭子蟹，一口爆，你看，夹了三个东西，你看，章鱼吸着，峡谷螃蟹咬着，一口爆，漂亮。这个什么场景？哎，还有一只手指，峡谷，哦，嗯，还有一只大蟒啊！哎，你看，还想跑路啊？好了，今天我们收获就是这么多了。晚上回去跟阿波、阿凯他们几个回去喝啤酒啊！我们全部拿去清蒸啊！就这样蒸，出锅了，漂亮，来了，这是我们最原始、最原汁原味的烹饪方式哈，就是那个清蒸，那个味道都不会变，很甜的哈。好吧，今天你抓这鳗鱼挺鲜，尝一下，真的很好吃，看看我的手艺如何。爆头
这个一口爆，要这样吃才过瘾。老婆你吃吃一口。对对对。嗯，好吧，慢慢吃。嗯。我们吃的差不多，叫摄影师坐下来一起吃，不然他等下没得吃了。然后喜欢阿森橄榄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